大家是西部哦，没花变，园，很花园酷银耶！行啦。那一想又不对，没有西部吗？花园银行而已吧，哦，好不知道啦，对不起，刚反刚正才设定有一关间机免器了。费的就对了啦，拿就对对了。啊，哎 再要我进去红石口袋一次。啊，没有，这现在杰瑞德系列了。哦，啊。你要一下。嗨，DSD，不要摸我的车！摸你的车，那我要去摸一下。自从一老大，摸，不是摸。哪里可以摸车？反正有看到吗？没、欸，哎、欸，不用付。有老大邀请，那时候他自己开了一个，因为我刚买了办公室。要对叠了。OK，哎、欸，你是捡到办公室吧？捡到一间哎办公呀，室，捡到一间办公室呢，对。啊，里面杰克有。逊那边啊，叠的底下来。捡到一间办公室的钥匙，哎呀！哎呀，怎么大家都捡到同一把？这个他捡捡到到了，了。幺幺。嗯，你不哎，是老大？可是我有办公室，为什么我要怎么成为老大？你要用手机你要去办公室成为老大才行，办公室的电哦，脑。你直接可以用手机，不是按M。杰瑞，你有腰吗？哎，你没有吗？我我再没有试。看到。放心，你可以按 M，然后有个保镖事务所，就可以直接成为 CEO 哦，了。保镖事务所，对，好。保镖事务所。家里非已入侵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事情？那每次非已入侵，我家一定会有啊。你身上被他一既有千悬赏，块，发大财，我你在哪？1000块？他在北他方在的很公远的上，地方，他在地方发大财。我要去发大财，阿进，你为什么是红色骷髅头啊？因为他有被被悬射赏悬赏啊！哦，杰瑞哦，那个是又整4个人啊？对啊，发大哇财！那你们先赚那些块，1000块我们来啦！但哇，是再说他进，但是他进你要去，因为我还有一个货还没送。啊！你是什么我吃的无货啊？所谓啊。我那个啊，夜总会那你就先不夜要总会动自的。私哦。哦，好你要啊，要你要跑送的话，我炸了你哦。好，我先不动，我先不是送，杰瑞德我还是系先列找一，哦。我还是先找1000块好了。发大那我这财！边就过来这边营业帮我吧。我没有，在就我们四个啊，我们发四个你直接开啦。大财！我赶快跑喽！我不想没发有，财你跑不过暴君二的。暴君一跑得过啊？是这样仓库会吗？所，这个是仓库。暴君一跑得过暴君二啊？但是他会不能吗？一直飞就是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哎，发大财不见了，骷髅头不见了。他不会是用了什么装置吧？我觉得他进了什么东西吧？没有，要么拆尸，要么进那个进入船。发大财！一边就飞起来发大啊！那就海上。我现在有点忙，等一下。好，我先过去。财！我先过去好了。有船。他在房子里面啦，弄他啦！出来什么啦。东西？他还会那个制毒厂那些里面哦。他在他地堡里面什么东啦。西？什么东西？你要开坦克去往他地堡外面炸。What the hell？出来！出来哦！哈？什么东出西？来出不哦！出来？1000块出来等一哦！下，便秘出不来啦！1000块，快点！你都1000块而已，1000块很多，才1000块，对对啊，干嘛计较那么多？交出不来，对啊，出来，出来就好啦。不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每次那些阿桑然后省那1块钱购物袋，他们才1块钱要跟我要，对啊，出来，不要，出来，不要。对了，哇，掉声音了，我等。年满年蛋了，杰瑞是一个小仓的货吗？16个吗？对，出不来，出不咩？来，出不来，来什么东西？我的执着，出不来，
叫你出来。你这样听得到声音吗？听到啊。出来啊、哦！出来！出来哦、你在这里。出来！有钱赚的快哦！出来！有钱赚可以赚哦！哦，可能他是我们的伙伴，我们现在上船。是我要偷偷船是不是？上船吧。人都解决掉了、啊，那就偷船。出来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超自然晃动？你怎么这么远啊？你什么时候跑这么远去啊？收出个爆了！我什么？在抖哎、欸！你怎么跑这么远啊？哈！入船！等一下啦！你们干嘛？你们这些变态！哦哟！你的车总在超自然晃动，好怕哦、喔！超自然晃动，哎呦！没有翻新的那个暴君二，又哎耶！然后又点要赔钱的，耶！我的车啦！你的车会飘啊飘哎、欸！为什么没拿到奖赏、啊？我再去上一次好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！他弄了起来吗？飘出去啊！我就快爆了。对啊，要飘，哎，爆就算了、啊，没差。他不能没有，是怕整台船都爆啊。他叫暴君二呢，暴君爆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有什么原子枪那个可以？等下让这一台变暴君三哦。好，飞行船吗？可以啊。然后每台车前面都要有那种。哇 ，What the fuck？不能这样的、啊，钱不要浪费啦！哦，他钱很多，他也是钱很多啊，他没差。他每次是不是显示都还没改好啊？钱多就抖内啊。Nobody care 他等下就用直接用卫星打你，一下五十万的那一种，太贵了，轨道炮哦。对啊，欸、不是听说解过末日的话，那个会比较便宜吗？会啊，对啊，然后便宜一点点而已吧，对，没有多少，便宜多少的。这台车真是超值的黄铜，可以可以。你不要去看，你去游泳。不要啦。哎、欸，上上下下。多久哎、欸？你们这是要送到点是吗？对啊。嗯。那点是不是在海上啊？是啊。嚯！地图最边边了吧？只是我们要怎么回去啊？他会把我们传回去。哦哟！我印象中是这样。你印象中？对。不然我们就游回去而已吗？看来需要买一台快艇喽。然后等一下就开始介绍游艇给你，有没有？你可以买这艘游艇，对吧、啊？你讲过关键字了，等一下你的手机会跳出来哦。哇！啊！这个购买链接，他旁边就你好像有这样的需求，那就推荐。快到了，你好像有这个需求哦。可以买艘游艇给你的妈妈。影月身上有好多钱哦。啊！你去弄它，来啊！我在海面上。来，我在海面上等你。还有悬赏哎，你们不心动吗？还好，等解完任务再讲好吗？我觉得你的不是比较高吗？你这不是也是9000吗？9000 DSD 哦，记住了。可以射回去啊。啊，射在你身上可以射回去啊。不要浪费钱，钱很难赚。而且跟你讲，他是射要两倍的钱，所以你要射18000。然后在木雕身上会2000，那9000好像是这样子，真是浪费钱。这些人要杀吗？啊，哈基，你不能再设第二次悬赏哦！啊，好可惜哦。你想干嘛啦？我在帮你设一个9000的悬赏啊。What the fuck？ 还有什么？5500？还有什么？好，我这边送完了，没了。好，我是有那个啦，夜总会。夜总会就你就开摩托帮，然后自己送。那我先走。管理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哈基杀掉，然后再帮你射9000。三水，来来，你对，来，你刻好了吗？
什么好了吗？啊、我还要过去啊。啊，对啊，你要先。好，我先开。摩托帮吗？摩托帮。摩托帮。摩。嗯，这里的飞机都不行。要了。好。哈记先不要要哈记哦。哦，我要了你的，我进去了。你可以邀，你可以邀，你把那个队伍伤害打开就好了。不行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摩托帮友军伤害开启，耶！嗯，杰克，我平常待你不薄呢，不薄啊！你昨天还在屋顶上狙击我是怎样？是你先的，攻。Hello， video 9000块。那个666是不是不太正常？666，嗯、欸，其实可以踢人的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怎么踢？99踢一次而已。我不知道、啊，怎么踢啊？就是你线上玩家，然后里面有个选单，选那个人有一个踢除。踢除跟 YT 聊天室一样没办法啊，卖挂，对啊，卖挂的，嗯啊，不是，不是，是干嘛？哎，有钱吗？有拿到吗？不知道，他等下等一下看看，没钱多大几次看看， yeah, 有人又要赔钱了，有钱赚钱，没钱练身体啊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跳钱出来、欸。哇哇，看来我只能把他踢掉了。好，把他踢掉。好像不能踢耶、欸。赶快去夜总会啦！管理成员，哎、欸，我好像，嗯，他顶你啦！我撞死我咧行啦哦，行一个烂呐，摩托车比你快了，这叫行。又行、啊，汽车比较笨重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是没有被火箭炸过、哦？我有被炸过，有被炸过。今天是沒有被炸過、啊、我听到那声音，不要武昌，今天是没被炸过、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哦，这警车喝醉哦。哦，看那个警车喝醉啊！嗯、怎么了？警车为什么喝醉？那个警车把另一台警车的车门撞爆、欸，哎。哇！这喝醉哦，同事之间有恩怨啊，感觉是不同帮派的啦，一个红车，一个黑车，一个白车，不同警局的，不同区的啊，北区跟南区的，嗯，也早就看别人不爽很久了，贩卖，哦，这台车感觉不错哎。小车要送三个点，又是安东尼，那我要去。安心东尼，这有办法改车吗？他叫东尼，安东尼。我现在不能标点了，可怜，可怜，老大，请把你的点关掉好了。你的点根本不是在那里，请关掉。好了，不要再骗人了。可是他说什么？你要按上，右下角，直接用手机，用手机啊！别再滑啦！我已经教你了，还不听？好好，我听到了。这个数字在哪里啊？13哦，13，亮晶晶，满天都是。慢慢找吧，我每次都是找20几秒才找到。他那个不好找。这里啊 ，DSD。好喽，找到第一个点啊，过头了，算了，下一个路口再转弯。哎，老大，你开车有点危险啊！哦，一直以来都很危险啊，怎么了？好、哦，到点喽。现在干嘛？把前面货运赚钱，就开始抢，在暖身。对，嗯，再手感回复一下。可以帮你害哦。
真的可以哦。二七啊，这个好麻烦哦，我不想害这个、哦。啊靠！我找到了，说找到了啊！我找到了啊啊！嚯、哦，被抢先了。嗯嗯，怎么那么远呐、啊？折返跑、啊、怎么这么远？开车技术不好的，这样很辛苦呢。哦，拜托。哦、oh, ，DSD 不要这压我车。警察平时压力很大，可能吧，是蛮大的。嗯。